得到了一排电话，因为那人家做新闻的时候，打电话，我说说买一只，那卫福部也上的来是的时候，用那人家做啊，不用的东西哈，打电话，啊，这次他们那人家也学的，不用人家卫生，他们那人家都是那人家做劳基法，对，非那么那人家多那几间课，要那地方买一只他们那人家，儿子在也就只能给你打了，儿子也学的人家做不用。哎，张开，哦，好乖。有些也晓得在外科上啊，就等在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、儿科，啊，就等在急诊科，什么 A 么子啊，就之类在也晓得，俺们等在那个各个外科上，特别等在当那部，伊咪等在些也晓得，俺们等在不远的地方，等下这边的奥斯那西，我在上等在不等的，我买只姜等在，还么说俺们等在买只些外科上，我等俺们等在一把火。因为外服部伊大时个单呢，人单子不用那东说哈，而且吃那那么单子也晓得不用，因为那么单子别了刀那在现在劳基法法规，因为不，而且吃那么单子都在卫生上级那么单子也晓得那不，啊等于把卫生上级么当管理现在也么没咋，你要上单子应该不要去要啊。我打卡，但是我继续上班，或者说我继续开这台刀啊，但是这台刀那个助手名字没有用上我的名字。用这种方式来应付上面的评鉴，在实际的医疗的那个环境里面，事实上它有太定的难度啊。当然呢，我们在做医疗诊治的方面，我拿一个最鲜明大家比较听懂的例子来说，以外科医师，可能一个刀，大刀可能开就超过八个小时。那如果说今天医师突然说我八个小时到了，我是不是用劳基法应该要下刀？以现在的卫福部点灯子，都能在这讲诶，下乡灯子，奥特在诶，卫生上头也好啊。好一些，移民的同事每当一周，而且是呢每周，得下也需要得88个小时，得到病的现在教学医院评鉴项目，移民的现在尼布基，得移民的在2019年，而且是移民的现在就医疗法法规和刀片的呢，现在就也需要的时间，得我们等在每周78个小时，然后呢，他为是等在不用的同事和2023年，而且是呢上面等在也需要的不用见。在做卫生上，第二点在查刀片的现在劳基法，那每周第二点在也需要68个小时。到他妈的，等我买一只，那实习医生，我们等在给我调到那部。现在，等到上等在没调那一只，不用那动手哈，后面就上我们等在了。那我说，俺们有个谁放进我们等在，我在喜欢那部，蛮久，要是俺们等在喜欢那部。那卫福部应该尽量那个增快这些哈，那专科护理师协助住院医师的计划，而不是说哈为了一些训练人力的理由哈，那把计划延到8年之后，这根本就是不切实际，而且延宕计划的做法。在台湾社会进去讨论到这一块，那另外一部分也要去背后带着还有一层意涵，就是说医病关系的一些转变演变到现在，其实对不单纯是民众的权益增加，民众知的权益增加，事实上在医疗照护提供者是医生、医护人员这一块，他们的权益也应该被重视。移民的现在医疗生态呢，奥斯那些单列部，我们做啥们等在移民的现在，对方也需要他们等在我们的技术啊，奥的同盟，我说说买一只。移民的现在不要用现在就健保总额呢的需要呢不，而且是现在不要用的是评鉴的分级的，阿发那下下们等在我们的技术需要的单列部。啊，等于在等那部，等买那个阿爸说把那天伢们等在休啊，一下打出去吃啊，休在等那部，休息我休，那部也舒服。阿们打，我得说等阿们等在，好把说休也没买着，买着的阿们等在给阿爸了，儿子在呀就成了卫生上也休啊，阿爸也不会真的便宜。